我们两个每天在这里闲聊的话，已经出成了《两岸每日一词》这本书了哦。真的吗？有没有我的照片啊？书的封三有提到说，只要收看华视新闻就能看到。封三是哪里啊？封三就是书的封底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拿我的照片当封面呢。